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跟大家交流课程算最后一堂课。非常感谢诸位法师、大德同修，给承德这个向大家学习的机会，阿弥陀佛。我们能够遇到师父上人呢，这是我们很大的福德因缘承德也常跟同修们共勉我们遇到师父上人呢，是我们这一生当生成就的机缘呢，成熟了《法华经》有讲到善知识者是大因缘，所谓化道令得见佛，善知识呢，对我们在修道的因缘当中是大因缘，等于是因缘当中最关键的最重大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慢慢慢慢的恢复自信，这化道令得见佛，尤其老人家讲经教学62年，讲得非常圆满而且他老人家还给我们表演的，非常圆满。老人家经教，他庄公华严呢，当然《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那《华严经》世事无碍呀。的这个境界，那师长他在新加坡的时候，用很短的时间，把九大宗教团结在一起了，这等于是世界当中很棘手的问题，老人家把《华严经》用出来了，等于给我们。展现华严的大用最难的很快的时间把它化解掉把它团结起来那我们是跟他老人家学的就像他老人家我们能把他的话放在心上，进而去落实那我们应该很快就能过上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的日子了。当然，前提我们得老实听话。随顺师父上人的教诲，经典的教诲，我们不随顺呢，自己的烦恼习气，我们当前呢，可以过上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的日子，而且这一生，也能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世恩总报啊。那当然啊，师长教导啊，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那当下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就要心愿解行啊，同无量寿经，同阿弥陀佛。所以师长说他给我们介绍老师啊，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当中。所以师长指导的很清楚啊。所以我们珍惜啊，跟师长这一生师生的缘分。虽然他老人家圆寂了，但是他62年的法身舍利啊，常住世间呢。而且我们也要配合师长，以师智为己智，将师长一代十教，利益更多当前跟后世的众生。记得有一次在香港这刚好跟着师长散步啊，老人家突然停下来对我们说现在呢求的没有别的就希望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呀。那承德刚好有这个因缘听老人家这么讲啊，那我们要起什么念头啊？师父啊，你得记得带我啊，要起这个念头吗？那不是太没志气了。而且起这个念头啊，我们这几天常常提到一个词啊，强者先迁呢。当师长老人家说我们求的没有别的，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不能不带我啊。那这不是自己挺依赖的应该是能够接受到师长老人家当下那一句话的磁场吧。那一句话的磁场假如接上了，应该师父这句话我记住了，我一定依教奉行，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去。就像无量寿经对我们的期许啊，我们读经啊，要有当机者的心呢来读。这一部经啊，就对我说的。我们读到经文说的父祖汝等做大守护啊，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啊。诸位大德同修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有没有感觉头顶有点发麻？有没有感觉佛在交代谁啊？交代谁啊？我们在念这一段的时候，有没有想，这个讲的是悟情法师，这个讲的是我们智瑶法师，就是不是自己。
哦，那这样读经啊，读不进去的。边读边向外，边读边分别了。读经听经啊，还有直下承担的心。你说我现在做不到啊，人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啊。你继续往那个方向去努力啊。其实障碍啊都不在外面，障碍在我们的念头，尤其是啊不自信啊，对自己没信心。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一不在了，烦恼跟着就上来了。这个承德也是给大家一点一点点启示啊，因为自己是中文呢、啊，求学过程是最差的了，哎，但是听了师长教诲了，啊，以前自己也是烦恼比较多啊，啊，我记得跟我要去考大学啊，啊，叔家两个姐姐，哎，爸爸妈妈全家总动员了，啊，安定我的心。这个拉拉队阵容还蛮大的，也没信心啊。隔天，哎，前一天也睡不着觉啊，啊，结果到了考场啊，遇到我一个同学的母亲，说：“哎呀，你真有福气啊，两个妹妹陪你来考试啊。”所以我看起来就比较。比较年纪大啊，忧能使人老，不知道我现在看起来像几岁啊？当然不能逼你们讲啊，那自己想了。啊，自己烦恼那么多，长得这么苍老啊，就是思想观念不对了。啊，有这么好的机会遇到师父上人呢、啊，啊，那就要赶紧放下自己以前错误的想法看法。啊，要按一个键啊，叫 delete。啊，把以前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放下 ，delete。把老和尚的教诲啊，一句一句的 update。哦，我念的不标准吗？啊、哦，都要把它啊 update 没错嘛哈、哦。你们的表情都没有给我一点信心哈、哦。哦，当然，信心不能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信心应该建立在真理上，啊，因为建立在外在的境缘，啊，建立在别人的肯定上啊，人家一不肯定，自己就没信心了，啊，要建立在，啊，一切众生呢，皆具如来智慧德相，认识自己了，自己有跟弥陀一样的佛性了。那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哎，我清楚我有佛性，我不会再怀疑否定自己，而且我很清楚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不断的放下，哎，执着里面身见不执着这个身，边见不跟人事物对立，见取见，戒取见，啊，我们对人事啊不形成成见，啊，真诚清净去面对人事境缘。
这是贱货啊，还有私货，贪嗔痴慢疑，这五毒烦恼慢慢越来越淡，很清楚自己要努力放下这些习气。所以佛的每一句教诲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受用啊。那我们要特别敏锐啊，在读经、在听师长讲经的过程当中，要随文入观，要随文入观呢，我们自己的念头不能在边听边分别，边听边执着，边听边对自己没信心，否定自己啊，那这些教诲就很难受用了。而世间呢，有很多佛菩萨在示现，来帮助我们呢放下分别执着。有一个老先生呢，叫白方礼老先生。他的行持啊，感动了全中国。我相信听到他事迹的人呢，都会非常感动。因为白老先生，他是工人，他踩三轮车为生的。后来年纪大了，70多了。有一天回到自己家乡啊。因为自己啊不识字，看到一些小孩啊已经是读书年龄了，怎么没有去学校呢？他就问清楚情况，原来这些孩子家里啊交不上学费，他很替这些孩子着急啊。结果啊，他回家把他一生呢所有的储蓄啊5000块钱拿出来，然后回到家乡找到当地的那个学校，他说我这全部要捐出来，让这些小孩都能读书啊。哇，他的孩子，爸你疯了，这是你养老的钱呢，他说这是我的钱，你们别管。结果这个学校的校长不敢收啊，后来也被他的诚意啊感动了，更让他孩子家人震惊的是什么？他重操旧业啊，开始继续踩三轮车，每一分血汗钱呢，都拿来帮助下一代的教育。从70几岁啊，又踩了将近20年了，踩到90多岁啊，绕赤道18圈呢，赚了30多万呢，帮助了几百个孩子，我们看到资料里面呢，那老先生拿着奖助金呢。递给那个年轻的学子啊，大家去感受感受啊，这个学生从这80几岁、90岁的老先生接到这个钱，你说他一生会忘吗？后来调查，所有老先生资助过的学生，没有不做公益的。后来他老人家生病了。当地啊，这个天津老百姓反映啊，每天都要把老人家身体的状况啊，要在大众媒体要公布出来啊，太多人在关注了啊，所以他老人家感动中国啊，因为他奋不顾身呢，
为下一代的教育。我们想一想啊，老人家有钱吗？绝大部分的人比他有钱呢。老人家有地位吗？老人家有体力吗？大部分的人都比他更有条件，但是他最没有条件，但是他全然的付出，这个功德啊圆满，他发自真心啊，那触动多少学子，包含社会大众。好，那我们看到这老人家的表法，那我们就不能找太多的理由借口啊，自己常常去分别执着啊。啊，我们多少能力，我们当下就尽力去做，都是圆满的功德了。好，而昨天也跟大家有提到啊，一个禅宗要复兴起来啊，要43个传人呢、啊，而且那时候是唐朝啊，人心淳朴啊，都有传统文化的基础啊。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过了1000多年，啊，情况是要复兴儒释道啊，不是一个宗派而已啊。而且整个社会的状况啊，你弘扬传统文化，还有很多人笑你啊，这个都是过时的东西了，你还学它干什么？那要多少人发心啊，来做传人呢？所以这一次我们参加明德国际学校开学啊，我看每个孩子都长得挺像传人的，眼睛都特别亮啊。我们说万法因缘所生呢，啊，总在遇缘不同啊。啊，这孩子能生在诸位同修的家里啊，这就必然有缘了。啊，他那么小啊，就有三宝护持啊，法师陪伴他们成长啊。我看我们诸位法师都很会抱小孩啊，哦，那个知识职业水平很高啊，我都不大敢抱啊，怕一抱啊，这个就露馅了啊。功力差太远了，哦，就想到啊，海贤老和尚有一句法语啊，要做和尚，先做婆娘，啊，我没有记错吧？哎，这句话真有味道啊！就是你要做出家人啊，你得要那种服务大众的心呢，啊，像婆娘一样，考虑的很周到，考虑的很细呀。尤其我们要弘道，示众弟子，都要弘道。啊，师长有说啊，李炳南老师向他们提到，他那个时代啊，是跪着把佛法接过来，而且是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啊。那我们想想，我们四众弟子啊，在这个时代，我们当然要跪着把佛法接过来。佛法要从真实心中去求，恭敬心中去求，而且我们也要不只是跪着吧，啊，李炳南老师那时候要跪着把佛法送出去，啊，诸位同修，我们现在应该怎么送出去啊？我看是得趴着了，
大家有没有趴过啊？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你看老人家晚年都90多岁了，90多岁了，一年呢，跑欧洲、英国啊，跑3-4次啊。哎，我们有弟子不理解呀，老和尚年纪这么大了，何苦啊？这么累干什么？哎，我们当学生的，你哪怕你觉得这一件事情我有不同的看法，你要去跟师长请教一下，你不能自己在那里想，甚至还有批评在。那首先师长的良苦用心我们没体会到，再来随着自己在那里判断，在那里想，你对老人家的信心也会不知不觉下降。老人家这么有智慧，难道他会自己找罪受吗？承德的观察其实也是老人家曾经跟我们讲过的话。老人家提到了我们今天跟众生有这样的缘刚好有这样的威望跟联合国有这样的缘分别人不见得有这个缘呢。那自己既然有这样的因缘，那就要尽力去做啊。我们看老人家跟那么多大师泡茶，真的有善根深厚的大师啊，他接受了这些理念，甚至于接受了群书之要汉学，有可能他那个国度的汉学就开始推广起来，学习起来，那是将5000年的智慧接到一个国度去啊。那请问大家，将有多少百姓受用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一颗种子下去啊，它会长成大树，会再结100000种子啊！这个都不是想象出来的事哦。有一位大师马达加斯加前大师，他学习老和尚的经教很认真哦。他还用法文讲群书治要哦。结果他的国家领导者政策上有不妥，百姓反弹不小啊。结果这个高层呢，刚好有机会跟他谈话，他就举了群书之要当中的经句：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啊，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呢，过能改归于无，唐掩饰会增一顾。结果他国家领导人呢接受了，跟百姓道歉呢，他化解了他一个国家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危机哦，百姓的信心危机啊。所以群书之要是真管用啊！老和尚说群书之要可以救世界啊！所以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老和尚这句话很重要哦。
因为现在的事社这个情况啊，人身心的压力都很大啊，尤其21世纪的威胁啊，忧郁症呢、啊，好像澳洲啊，啊，我那一天分享的时候啊，我说可能是6-7%呀、啊，啊，有同说说我看不止啊，好像澳洲是1/5呀、啊。哦，这个数字不小哦。无量寿经有一句话讲：“于诸众生，视若自己呀。”那摆在我们面前，现在的社会状况啊，人心有千千结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而且这些忧郁症的人呢、啊，很大的比例啊，家庭环境啊，比方说他的父母啊相处不和睦，甚至是单亲家庭，啊，哎，他的负面情绪啊积累了太多年了，最后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啊，畏诸数类，做不请自由啊。我们要好好来学群书之要，因为它是依据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编出来的书啊。啊，所以老人家啊，这个吩咐我们编群书360，啊，我们编了4册，啊，第5册啊，应该今年会出来了。而啊，记得老人家90岁左右的时候啊，啊，又特别提到啊，啊，这个360啊，可不可以依据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编？哦，后来啊，我们应该是3年前呢，啊，又编出来了，啊，《群书治要》中。修齐治平的智慧啊，我们华藏经中学会有把它印出来了。好，这书很好啊，家里有什么情况赶快翻修身齐家的部分啊，马上就可以翻到对应指导的经句了。哦，那就这本书放在家里啊，随顺群书之要教诲，不随顺自己啊，烦恼习气。师长啊，对我们弟子们的期许啊，他对着英国汉学院的同学讲到啊，我们成立英国汉学院啊，希望把汉学呀弘传利益到全世界。师至为己至啊，好，好，好，那我们要懂得善于观察自己的老师是怎么把大乘佛法啊，把传统文化落实的，这要我们自己学生善于去观察哦。哦，那师长晚年还这么奔波，那是真正演出来，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我们当弟子啊，要有当弟子的态度啊！啊，你哪怕有不同看法，要当面去请教老师啊，不能自己在那
依照自己的意思在那里想啊。所以我们昨天跟大家交流到七个及时啊，要及时确认呢，不能任己见呢。所以护念好自己的心，护念好自己的学习态度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贤护等十六正事啊，这个贤护首先不是护别人的，要护念好自己的。自己不能护好自己，要去护好别人就不容易了。那我们有共同殊胜的善知识的缘，当然我们彼此都是师长老人家的学生呢，我们是法眷呢，我们也要互相互念，依众靠众，善有为依，我们共同依师长的法身设立呀，他老人家的经教啊，我们来彼此互相学习啊，互相提醒啊，互相相关而善啊。所以今天跟大家一样师长老人家。在2017年，刚好英国汉学院秋季开学典礼，对同学们的谈话，当然也是对我们教职员工啊，我们谈到办学，谈到教育，我们这几天一起讨论修身为本。教学为先，教学大分三种部分，身教、言教还有境教，要以身作则，身教我们看到明德国际学校我们还没进校门，看到地藏菩萨非常庄严，当然是先看到韦陀菩萨，韦陀菩萨是总护法，那叫护持正法，你看这个孩子每天看到这些环境的境教，老师常常在这些佛菩萨像或者学校里面这些景观都能适时的给孩子做一些引导，那孩子看到这些景观他就会想起我要见贤思齐啊，我要不忘佛菩萨孔子这些圣贤的恩德这就是一种敬教了。其实弟子规每一句都可以变成我们家庭的敬教家庭里面可不可以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了，那这一点陈德就想到了母亲在我们一两岁两三岁的恩德我们不可能记得谁告诉我们的？爷爷奶奶告诉我们的。哇，你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多辛苦我们听了都很感动那我母亲都讲爷爷奶奶的恩德你爷爷那时候看我那么累了，
你赶快去睡觉了，这个我来照顾小婴儿就好了。我爷爷挺厉害的，他拉那个摇篮牵一条线呢，拉拉，他可以边睡觉边拉，叫做世事无碍呀。当然这个功夫得要练出来。我们就在什么氛围之下成长呢？这些长辈都互相讲恩德的，讲给我们听了。见人善即思齐，这个家里的长辈每一天给孩子讲你看我们晋中学院哪个法师我们要效法他什么，哪个同修的优点，那见人善即思齐就变成家风了。所以敬教、身教、言教，当然这个言教我们要理解对哦。我曾经遇到家长跟我 complain 我得多练一些英文因为我现在去的地方都是 speak English 有时候这个买个东西也很尴尬所以最起码基础的也要练一练那这个家长跟我抱怨道，我都跟他讲了好多遍了，他就是不听了。那有可能这个家长觉得什么是教育啊？我讲了很多遍了，那就把这个教育当做什么？只是讲而已的，而且讲里面还有耐性。你看，孩子吐露心声了这个讲他是抓住时机点而不是很唠叨很啰嗦的所以礼记学记这个当老师包含当父母这一篇教诲一定要学，这是我们老祖宗最精辟的一篇教育哲学其实人不学不知道当老师也得学才知道怎么当老师不是师范学院毕业了人家一叫老师就会了这一篇很精辟我们花几个小时好好深入一下那教学的方法里面就提到了敬于未发之未愈预防法现在很多孩子已经十几岁了很多家长很着急他外面环境诱惑很多就很操心其实假如孩子他在胎教他从小他就是在弟子规的家风之下成长起来他自己正气足他自己会判断是非善恶这个时候他去接触到不好的磁场他能感受到的所以都要趁早胜于时教育要早教当然孩子已经大了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精诚所至可以经时为开但是当然越早越好陈德
最近啊，见到不少做胎教的小孩啊，看到他们就心生欢喜，因为他们的嘴角啊，都自然往上扬啊，像我都得要常常提醒自己啊，不然就垂下去了。我有一天呢，认真观察了一下，他一天笑超过200次，你在他脸上看不到一丝的忧愁。哎呀，我觉得他的父母真是对他是最大的慈爱，这种很健康乐观的人格他受用一生了。其中一个孩子14岁啊，一个女孩，那我跟他初次见面呢，相处了1个月，好像相处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啊，15天的时候，他有跟他妈妈说：“妈妈，我想读英国汉学院。”我招生成功啊！这些孩子心都很清澈，早上陪他们聊聊天。不要太严肃，来坐下来，我跟你讲讲话，这样太严肃了啊！散散步，哇，风景这么优美，走着走着比方说，看到一棵树了就给他讲跟树有关系的故事嘛。看到河水了就跟他讲，哎呀，孔子说逝者如斯夫啊。他也背过这一句嘛，所以孔子以前教学就是在山川之间呢，大自然当中啊，所以这个言教啊，它是当其可之谓始，这个《礼记学记》里面讲的及时法。唐太宗他成就贞观之治，他自己学群书之要群书之要中有讲到，妻也者亲之主也，子也者亲之后也，感不敬于提到一个男人要恭敬他的妻子因为他是亲之主呢，主要的主所以大家都听过家庭主妇是吧？大家有没有听过家庭主夫没有这个词吧？这从孔子家语里面来的为什么是亲之主也你这个家族里面最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妻子好了，这个家就兴旺了所以一个好太太旺三代假如太太不好会怎么样不是败三代，会一败涂地了，可能就起不来了所以说我们中国人不尊重妻子这个是后面没有接受到传统文化教育了这个不能侮辱到我们的祖先那边去在经典里面都讲出来了那孩子是什么？是祖先血脉的延续，我们要承先启后，一定要尽心把它教好。那太宗在《贞观治要》里面就有提到，他教孩子也是我们当父母当老师可以引以为榜样了跟孩子吃饭呢
问这些皇子啊，哎，你们知道饭吗？啊，我们假如跟都市的小朋友说，你知道饭怎么来的吗？啊，他可能就说 supermarket。哦，他可能都没有看过水稻田呢。所以有一些教育啊，得要让孩子去亲身感受，去洗脑，真的去擦擦秧。我们都有遇过很有心的父母老师啊，也有安排这样的活动，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孩子回来之后啊，那个碗里的白米饭就不会剩了。啊，锄禾日当午啊，汗滴禾下土，啊，谁知盘中飧呢？粒粒皆辛苦。啊，我自己也有种过菜啊，啊，种过粮食。啊，你们的眼神好像不是很相信啊。啊，我真的干过了，啊，我本来差一点就去做有机农业了。当然我现在还是农夫啊，因为教书啊就是在学生的心田当中耕耘啊。我记得啊，当时我第一次种菜啊，种了差不多两三个礼拜啊，端上桌啊一分钟左右就吃光了啊，因为他们觉得挺甜的。哎，种了三个礼拜呢，一分钟就没了。大家想一想，我自己种过之后，我还会剩菜吗？不可能的。哦，所以我们家吃饭呢，都是我最后包的啦。好，所以洗脑之感恩呢。那这个太宗抓住生活的每个细节，哎，吃饭呢，一粥一饭，当时来处不易呀。哦，所以我们当父母老师，我们肚子里面的故事要多啊，啊，这积累的这个学问要多，我们一有时间呢，就要听经，要看书，读经。哎，自己当时候第一年教书啊，哇，30多个学生看着自己啊，哎，我就想了，我早一天明白一些道理啊，这些孩子就早一天受益了。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心呢，啊，就不用人家督促我们。我们自己就会用功了，所以责任心我们要发出来啊，它是我们努力的一个动力了。好，那太宗吃完饭呢，出门了，坐着马，又跟孩子们说：“你们懂马吗？”你们知道马吗？在孔子家语里面有一段提到啊，鲁国国君跟颜回啊一起欣赏当时候啊，这个最会驾马的公冶壁表演啊。啊，国君说：“哎，你看他嫁得好吧？”啊，结果颜回回答：“他是嫁得不错啊，不过他的马可能呢，不久之后就会跑掉了。”啊，这个国君一听，颜回不是很有德行吗？怎么还批评嫉妒人家呢？啊，过了几天呢，这个公冶壁的马真跑了。
这个国君赶快找到颜回啊，你怎么知道他的马会跑啊？他说我观察呢，他驾马都让那一匹马的气力啊消耗殆尽了，所以他没有善待马，所以他的马会跑掉。哦，所以太宗说，你知道马吗？教导孩子，虽然马服务你啊，你也要爱护它，你要体恤到它体力的状况。你看，处处都有机会点啊，我们教育的敏感度越高了，可以信手拈来哦，跟孩子交流的时候左右逢源呢。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不能认知到把教育啊，教育都是老师的事情了，这个认知也不是很妥当了。师长有一句法语很重要哦，家庭教育啊是根本呢。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啊，延续啊，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啊，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呢。那最重要在哪？家庭教育哦，啊，它是基础啊。其他的教育都在他这个基础之下发展出来的，而且我们看学校教育，当孩子回到家庭的时候，那也是家长配合老师在学校所教的，教育要合理哦。我们还看到现场还有爷爷奶奶都在，这个都要见和同解啊，合力来教孩子 啊你假如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意见不一样，教学理念不一样，哇，那这个孩子到底要听谁的呢？当然哦，老和尚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当我们要教育孩子，我们是爷爷奶奶的时候啊，谁爸爸妈妈跟爷爷奶奶在教育孩子上，谁是主，谁是伴呢？从缘分来讲，应该是爸爸妈妈是主，爷爷奶奶是伴。这个你学佛了，都面对境界都要清楚啊。像承德的爷爷啊，拿捏这个分寸呢，拿捏得很好啊。这个像我父亲要处罚我了，我爷爷很会配合的，马上把我奶奶带上楼了，把我的援兵切掉了，我得老老实实听我爸爸给我教导了。包含我的行为太过分了，我爷爷对我母亲讲，都这样了，你不打我打咯。你看还是爸爸妈妈为主啊，你不打我就打了，结果我妈真打了，就打那么一次了啊。但是那是打在额身呐，痛在良心呐，这个我们当儿子都能感觉到了，伤了妈妈一次心了，不能再伤第二次了。那这个教育啊是合力啊，家庭是这样啊，我们延伸到办一个学校也是一样啊。我们对比方说汉学院的同仁教职员工
我们要求要比一般的学校高啊，因为我们的学生从小读古书的啊，他明白的道理不少啊，而且他可能都是带着愿力他才能走进我们这个门呢、啊。我们教职员工就有责任给他好的影响啊，以身作则啊。哦，我们教职员工得一起配合护念这些孩子啊。哦，就像一个家庭里面所有的长辈都要有一个责任呢，不能给小孩不好的影响。真的实在有情绪了，可以关起门来，不要在孩子面前有这种争论甚至是情绪。当然关起门来声音不要太大，孩子听到了也不好。陈德真的成长过程呢，我没有见过我父母吵架了。叔叔姑姑啊，我父亲有五个兄弟姐妹，我没见过他们吵架了。我这个我自己的母亲都讲啊，你们蔡家的男人呢是不会跟女人吵架的。这是妈妈讲的，不是爸爸讲的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氛围成长啊，我们不会去跟人家起冲突的，这些都是父母啊长辈给我们的恩德了。当然也都是老和尚给我们的教导，都要啊给孩子好的影响，所以大家同心协力来成就每一个民族的幼苗。那刚刚提到了太宗看到吃饭的情景看到骑马甚至同一天要坐船呢，告诉孩子你知道船吗？在《贞观政要》当中就有提到了，太宗讲的君者舟也，舟就是船呢，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提醒他的孩子啊，要好好善待百姓，好好爱护百姓，不然你会被百姓推翻呐。后来又遇到树，跟孩子讲：“你知道树吗？”树一般会有一点弯曲啊，可是树透过那个神木一弹呢、啊，很直啊，切出来的木头就很直了、啊。所以看到树也在引导孩子哦。木受神，那个神木啊，木受神则直啊，人受剑则厚啊，则胜啊，能接受别人的提醒劝谏，你的德行会变成圣王啊。所以机会点要掌握住啊。就像师长他抓住了学生的开学典礼给同学们很好的教导勉励一个人他人生的过程呢，也会有很多重要的机会点出现比方孩子开学典礼第一天
这个典礼办得好啊，他就提振精神，恭敬学习。哦啊，比方啊，他要去念大学了，哎，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点。哦，比方啊，他找工作，第一天要去工作了，这都是一个机会点哦。啊，像我们一些礼仪啊，比方说婚礼，那又是一个机会点，要走入婚姻了。透过那个婚姻的仪式啊，让他建立起非常正确啊走入婚姻的心态。哦，好，那我们诸位父母老师也要抓住很多孩子这种成长的机会点。啊，甚至于他跟人家打架了，是不是个机会点了？哦，这个时候你不要先发脾气啊，你冷静下来，很可能就给这个孩子引导得很好，啊，他终身记住这个错误不要再犯了。好，那我们看呢，师长。啊，首先啊，提到了啊，英国汉学院成立的宗旨啊，是为了延续古汉语的命脉，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办学的初衷啊！啊，从个人来看。初发心成佛有余啊，同样的办学啊，要时时记住初心啊。我记得当时候极乐寺啊要建立开幕的时候啊，师长就讲了啊，这个寺院呢，多你一家不多啊，少你一家不少啊。那我们到底要建怎样的寺院呢？哦，那同样的，全世界的汉学系、中文系啊，多我们一家不多啊，少我们一家不少啊。为什么要办？我们教师员工要很清楚啊，包含我们的学生要很清楚啊，因为他们要成为子弟兵的啊，他们也是因为师长的这些理念交感而来的啊。同样，我们明德国际学校啊，啊，这个学校那么多，我们也是因为师长的理念而办的啊，啊，不忘初心。遇到任何挫折啊，都不忘啊，继续前进啊。好，那我们看到师长接着首先表达什么？感谢、感恩。啊，汉学院能够顺利开办，必须感谢麦迪文修师校长鼎力支持与热心的推动。啊，他允许这个汉学院完全按照我们的愿望来运作，采用我们推荐的课程。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的课程：老师、学生，哦，还有理念哦，按照我们一门深入的方式来教学，一个时间教一科。这在当今世界的高等学府当中啊，可谓绝无仅有啊！啊，我们在英国汉学院办学啊，是有学士学位，还有硕士学位，啊，博士啊。
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常驻教授。好，所以我们拿博士啊，得要用英文拿博士。啊，是威尔士大学的博士啊，因为我们在他底下的人文学院攻博士。当然，我们攻的项目啊，也是汉学的项目了。那就希望在其他的地区我们能够用中文来攻博士。所以最近承德比较多时间在马来西亚，因为那边华人很团结，有1200多所华小，60几所独中，我们要了解没有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慢慢慢慢我们中华儿女东南亚的这个同胞 都用一个比喻叫香蕉人香蕉外面是黄色的，里面呢白色的看起来是黄种人中国中华儿女呢，但思想是什么？功利主义、享乐主义了。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啊！我们不把5000年的文化智慧传承下去，我们的孩子会随着功利享乐堕落啊！人生难得哦。佛法难闻中华儿女难当哦。当了中华儿女才可以接5000年的智慧呢，其他国度不一定有这样的因缘啊。所以我们也很敬佩马来西亚的华人对自己文化承传的努力这个不是偶然的哦。印尼就在隔壁，两个国度文化承传的命运差很多。印尼30年不能学华文了。马来西亚的这些先辈们呢，他们甚至于为了承传自己文化，还被关到监狱里面去所有的成果都不是偶然得到的他们有林连玉老先生、沈慕雨老先生他们都很有使命感的被关到监狱去，那个沈慕雨老先生呢给他软硬兼施他真是威武不能屈后来他还跟那个官员说今天假如是华人来要让你马来人不能学马来文我相信你也会站出来的。哇，那个官员被他感动了。所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这一句我们当父母、当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句话我们要放在心上有了文化，我们的子孙得人生懂得行大学之道，行菩萨道没有文化，他就是在挥霍福报，这一生又会造好多的罪业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希望在可以哪一个国度用中文可以拿到博士学位我们一观察应该是马来西亚比较成熟了当然了，其实台湾也有做了台湾老和尚至善教育基金会跟成大合作培养硕士生博士生
所以这些都是老和尚他老人家的威德啊，成就的因缘啊，这一些年轻的子弟啊，以后都是汉学的中坚力量啊。但是在台湾办学大陆的孩子呢不是很方便过去啊。那马来西亚是比较适当的了。但是我其实我去年啊去了不少地方啊，我还跑了加拿大啊，想这些地方办汉学的因缘怎么样啊。因为全球现在那么多人都响应一条龙啊，我看那么多地区都在培养啊，假如我们这个在大学里面这汉学没有好好弄好啊，那对不起那么多孩子啊，对不起那么多家长的努力了、啊、所以我出去看一看呢、啊，真的现在在读到当今世界高等学府当中啊，可谓绝无仅有啊！因为高等学府啊，它大学办学、啊、都要依照它那个国家规定的那些规章，所以这个修士校长啊。让我们办英国汉学院顶了很大的压力的而课程的设计啊，承德走了那么多地方啊，了解到现在全世界的华人所在的中文系汉学系啊，都比较偏文学了，而我们老祖宗最可贵的在哪？经典啊，经史啊，纸啊，那么宝贵的东西你都不够重视，变成搞文学去了，现在是甚至是现代文学去了。老和尚说的，一个民族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找谁啊？找老祖宗啊，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这个课程设计呢是校长顶着很大的压力啊，让我们可以都是依照扎山根经典四书五经包含文字学来设置的。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客观的现实我们要成就事啊，也不能太理想化相信各地的办学只要是在体制内的都要面对体制内的一些要求我们太理想化了，到时候就这个因为要求太高啊，就会失望了那就更会互相要求啊，而没有互相体恤了我们让缘分呢、啊，在当前的条件发挥到最大，而且因为我们努力去做了很可能就越来越得到啊，当地不管是教育当局甚至相关的官员更高的认同了我们的空间就会慢慢加大了我们在英国汉学院也都是要有这些过程的所以课程很重要再来呢，老师很重要我曾经听一个朋友说他去念硕士遇到了二十几个老师，二十几个老师教的都不一样。那请问大家听谁的？所以老师啊，都是老和尚聘请的。
聘请的老师有几位啊，是台中联社李炳南老师的学生呢，又教书，在大学里教书一辈子，这些都是老前辈了，学术界的老前辈了，邀请他们来，这样老师们之间呢，见和同解呀。第三，学生也很重要，同侪之间会互相影响啊。所以我们办学不在学生多啊，我们主要前十年要培养出子弟兵来啊。你收了很多学生，参差又很大，他们又互相影响，到时候你又培养不出人来，那你怎么对得起大众的支持呢？所以我们应该也是绝无仅有的招生方式啊，每一个学生呢，要参加扎根班一个月啊，通过了才能来读书啊。那师长讲到这里说了，所以这个机会啊非常稀有难得，希望诸位同学好好把握，认真学习。这一段里面有感恩的，有把缘分客观情况告诉同学们，引发同学们的好好珍惜把握的心。接着师长讲了，今天跟大家谈谈六大。发大心，立大愿，扎大根，固大本，修大行，正大果。这是我对汉学院的终身期望。第一个，发大心。大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圣的大爱，这种大爱就是宗教宣扬的仁慈博爱，也是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所以印光祖师讲，修行所重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悲心，大愿心啊。究竟来说啊，这种神圣的大爱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要把真心发出来啊，也是三字经所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性本善。汉学院学生必须发起这种神圣的爱心，爱人如己，推己及人，用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平等无条件的爱护一切人。那用心听的学生就知道啊，不只是学经教啊，要把经教当下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当中。那诸位大德同修，我们今天一起学习这一篇教诲啊，大家可不要我们现在在探讨的时候，这个是对英国汉学院学生，又不是对我啊，我们得要随文入观哦。这是老和尚对于要乘船的学子的勉励哦。我们刚刚才算了一个数字啊，我们现在要把儒释道全面复兴啊，要有多少船人呢？那个43后面可能要乘以100哦。我们都要当今之事啊，舍我其谁哦。所以我们有这样的
一种使命感，这些话就是对自己说的了。我们要爱人如己，推己及人，要真诚心处事待人接物，平等没有条件的爱护一切人。我们真能这么用心了，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啊，就是念佛啊，就是积功累德啊。所以中国老祖宗了不起啊，将回归本性本善神圣大爱的教育概括成一个孝字。孝字啊是会意字，有两个字组成，上面是老，下面是子，表示老一代跟子一代是一体，上一代还有上一代，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树穷三季，横遍十方，所以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穷无尽的众生与我们是同一体，从此一体生出的大爱就是大孝，是至孝，也就是佛法说的菩提心。我们念父母恩呢，就是菩提心了。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父母啊，未来诸佛。所以将孝心啊发扬光大，就是这里的发大心啊，也就是发菩提心。师长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呢，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法药啊，重要的法药，就是家文化。以前的家是家族，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两三百人呢。因为一个人成长，他是需要环境的熏陶哦。这样的环境熏陶，他不自私，他很自然就为父母想，为整个家族想。而且他能体恤人心，懂得人情事理。那现在变成小家庭了，所以师长谈到以前的家文化是靠血缘关系，现在靠什么？靠仁义，靠道义。一个企业是个家文化，养老育幼啊，照顾好下一代，培养好下一代，他的员工啊在他的单位非常安心啊，我老了，你看这个企业团体都想到了，我的下一代他也想到了，他很安心呢。那我们晋中学院就是个大家庭啊，我们那一天看到80多岁的越南的老菩萨啊。我每一天过来的时候都看到他的身影啊，在厨房帮忙啊。80多岁了，你看都是想着为这个家，我们这个大家庭啊，他能出多少力啊，他就尽力出多少力啊。这老人家很爱护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啊。你看老人家一过年呢，他有一个红包树啊，大家去抽了红包没有啊？哎，你们没有带小朋友去抽红包啊？哎，我去抽了呢，也很巧，那一天我们上医师带我散步啊，可能我命中啊那一天可以拿到一个红包啊，刚好走过去，老人家也走出来了。哎，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慧茹老师，他妈妈刚好在，还可以给我做翻译。哎，
承德啊，都感觉到啊，这可能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啊，来护持因缘的。好，当然你们不要去告诉他，告诉他说不定他明天就走了啊。身份暴露了就得走了。哎，啊，承德相信啊，这很多佛菩萨都来护持，这么稀有难得的缘分呢、啊。啊，我们是可以做出好多个啊，给老和尚理念做示范的榜样啊。哦，所以啊，有这样啊的团体大家庭的氛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氛围也不会自私的啊，也都能为整个团体来着想，这就是仁义道义为纽带啊成就的家文化了。好，好，我们看第二，立大愿。这个大愿就是要将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承传下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一天跟汉尼夫先生交流，我是很敬佩他。首先呢，我不如他当学生的态度。他每一次跟师长老人家汇报工作，那态度非常恭敬啊，都是直递直礼啊。我在香港看到他的身影，我在马来西亚看到他的身影，我甚至于在巴黎看到他的身影，他都飞过来给老人家做汇报啊。那他的老师啊，也是让我们敬佩啊。你看，把自己最优秀的学生呢派出来，无私啊，为整个世界着想啊！他的老师哈比哈山长老知道老人家这个理念呢，可以帮助全世界呀！所以交代他的学生，你就要好好的听老和尚的话。说你的老师老和尚排第一啊。老和尚跟长老给我们的表演都是大手笔啊，很精彩啊。我们得要效仿啊。好，那到我们这个多元文化中心办公室看到啊，各个宗教啊都到我们摄影棚分享啊讲学啊，各个宗教长期讲学，他们这些经典也能够兴旺起来啊。所以我们学院做的事都很有价值啊。都是延续老人家这些旧式的理念。像我们悟圣法师他们讲学也都没有中断的，都是相当可贵。那我们都要护持好这些理念因缘。那汉学院学生呢，必须有这种使命感。现代人所经历的苦难，所面临的问题啊，比过处去啊超出许多倍。师父这个话里面，我们体会到他的心没有？他说念着众生啊，我记得听那个《太上感应篇》的时候啊，有一天刚好是老和尚从外地来，应该悟清法师在啊，当时候啊，老和尚隔天早餐半个小时讲《太阳感应篇》，开始就说了：昨天我坐在飞机上啊，
看到旁边有小朋友啊，都在打电动玩具啊，然后就底下应该啊长水的这法师啊，啊应该法师为主吧，哈、啊，老和尚就说：“这是你们以后要度的众生啊。”我听了很感动啊，因为我们已经发心了啊，甚至于是出家了。需要为佛法为众生啊，要时时能体恤众生的情况，众生的苦啊，就像我们当父母老师要能体恤到我们的学生孩子以后要面对的社会状况啊。啊，我曾经跟大众交流的时候问到了啊，因为底下大部分都是当父母的当老师的，我说你有把握你的孩子跟学生不会得癌症的请举手，你有把握你的孩子跟学生不会得忧郁症的请举手，我看在晋中学院应该都能举手了啊，环境这么好啊，请问你有把握你的学生跟孩子不会离婚的请举手，啊，你有把握你的学生跟孩子不会犯罪不会吸毒的请举手，啊，有把握他们不会寻短见的请举手，哎，这我刚刚问的只要有一个情况出现了，这孩子就很难幸福喽！啊，你有把握你的孩子跟学生以后能把他下一代教好的，请举手。那代表我们父母老师的视野不是看着你要给我考100分哦，那个眼界不是只盯着眼前啊，盯着什么？盯着他的一生幸福。甚至于是他生生世世的考虑，尤其要帮他脱离六道轮回啊！所以师长提到了现代人的苦难啊，而真正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普世教育。具体来讲啊，弘扬群书之要啊，是观世音菩萨啊。所以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啊，这是我们教学的内容主要的几个主轴啊。啊，这个圣贤教育就是格致成正、修齐治平的学问呢。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果教育要教啊，教因果教育啊，孩子不敢作恶啊，教伦理道德教育啊，耻于作恶，那个不敢呢、啊、起的效果比较快啊，那羞耻心孝心培养起来相对没有那么快啊，所以因果教育啊要摆在第一位啊，啊我们在教他啊，五伦八德啊，能够跟因果融在一起。啊，你看孝顺，哇，你看舜王孝顺呢、啊，他的后代2000多年呢、啊、都兴旺啊。啊，也不孝顺呢、啊，天地不容啊，感的果报是什么？天打雷劈啊，这个过去有这个例子，现代也有。古今中外都有啊，哦，好，哦，这些故事啊，我们都要积累哦。现在传统文化到了继绝存亡的边缘了，啊，如果此时不救，10年以后想挽救，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件事啊，非常迫切。
立大愿体现在效法古圣先贤的存心与行持。老人家提到啊，十年之后啊，想挽救啊，恐怕来不及了。提醒我们了，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因为这些有沉船道统的专家学者啊，他年纪都很大了，可能是三年五年他就离开了，可是他一生的所学的最专精的本事啊，没人接了啊！这个我是亲眼看到我们汉学院这些教授啊，卖力的教学啊，为什么？70多岁了，身体也有一些状况啊。哦，我们看到他们对学生那种倾囊相授啊，就很感动啊。但是得要师之道合啊，学生有这种使命啊，所以老和尚勉励还要立大愿呢、啊。要把这些老教授的学问沉传下来。而且指导啊，要效法古圣先贤的存心与行持。学佛就要像释迦牟尼佛。学儒啊，就要像孔子。所以我们读到这里了，我们有没有像释迦牟尼佛，越来越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疑？有没有越来越像孔子，温良恭俭让？我们可不能让家里的人说，我怎么觉得你学的传统文化讲话越来越强势啊，这样就不妥了。我们表不好法，影响整个家族学佛的因缘哦。我们得表好法让亲戚朋友对佛法的缘结得更深，越信任。学道啊，就要像老子。我们和他们的心愿相同，言行一致，必然得到这些圣贤的加持。所以这段话提醒我们了，要跟佛圣人看齐哦。学佛学传统话，不能跟张三李四比哦。哎呀，我跟他们比不错了，不对啊！比要得比于上哦，则知耻，我们就有羞耻心了，知耻近乎勇。第三呢，扎大根。这个大根呢，就是道德的根基啊，好比一棵大树，根深则枝叶繁茂，扎好道德的根基，才能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有了根基了，一言一行都跟五伦八德相应了。所以道是宇宙人生的真理，是大自然的规律。古人说，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即是真理啊，无所不在啊，也就是上帝与我同在啊，佛菩萨与我同在，体现在社会上啊，便是五伦，五伦就是道啊。我们顺着这个五伦大道不逾越去做啊，表现出来就是德。德是遵循宇宙真理与自然规律来做，言行都能符合道，自然身心都有所得。我们依孝奉行啊，
身心越来越健康，啊，法喜充满，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假如工作，啊，回到家，身心俱疲呀，啊，那就是我们没有把经教，没有把五伦之道用出来了。啊，假如我们都有依照经典、依照五伦大道去工作、去处事、待人接物啊，哪怕我们工作多啊，我们身累，心不累，哎，心在道中啊，哦，我们在思考事的，我们用经教思维，啊，我们在处理事的，都是没有离开经教。那我们随时都在熏习哦，好，不是你打开经典啊，打开播经机才叫熏习哦。你在处世待人接物都以经教思维都在熏习啊，啊，你所讲的话，你所做的事，都是依照经典，通通在熏习，而且这个熏习没有中断哦。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好，所以基本的德啊，就是五常。概括而言，汉学院学生要扎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好，那八德啊，有两种说法，变成十二个德目：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整部《四库全书》啊，就是教导如何落实八德。所以这十二个德目啊，我们不可须臾离也。我们现在面对任何境界的提醒，哎，我的心不能离开这十二个德目，决定能把那件事处理得非常圆满，不止自己提升了，跟我们一起共事的人通通都善根会增长，因为他看到我们怎么落实这十二个德目了。好，那承德曾经有跟大家分享啊，老和尚的行仪当中啊，怎么落实这十二个德目的。大家假如啊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参考啊。第四啊，顾大本。大本呢，指的是修齐治平的啊学问啊。我们昨天学习啊《青年十二守则》啊，学问为济世之本。我们没有真实的学问，不知道怎么修齐治平，我们怎么去利益他人。所以他的基础呢，道德学问的基础啊，汉字文言文。汉字文言文是超越时空的，是最佳文化的载体。学好汉字文言文呢，就拿到了传统文化智慧宝库的钥匙，啊，可以打开五千年的宝藏啊，可以深入汲取五千年老祖宗的智慧与经验，而且啊，学了之后为现代所用。啊，这个西方办汉学啊，他把我们老祖宗五千年的文化当古董研究了，所以啊，我们现在呢啊，今年也要开啊，用英文教汉学，而且我们讲的内容就是汉字文言文啊，就是讲啊修齐治平，就是讲群书治要。
讲这些经史子的内容。好，那这个啊，有可能啊，华人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他就可以来学习啊，包含华人以外的啊，我们透过英文啊来引领他们进入汉学的智慧。好，我也听过一个同修在法国，他的孩子学中文，结果说太难了，不学了，好可惜哦。告诉大家呢，中文呢最好学的，你们相信吗？他最有系统啊，我们不讲别的，他造字里面有形声字，好，跟河川跟水有关的字有多少？你看溪、河、海、江，你可以排出一堆字来啊，同时学啊。请问英文可以吗？你每一个字你给实际应背啊。对啊，但是我们教孩子，你得把这个系统教给他。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呢，啊，他刚好就跟欧洲的小朋友用六书啊给他们上课。啊，我到时候，哦，我好像已经发给我们悟清法师了。啊，哎，上的很有趣味啊，哎，掌握这个造字的原则。啊，那他们学习啊就轻松很多了。啊，所以汉学院学生呢，啊，必须充实古汉语的学问，才有能力解读、讲解、翻译、落实《四库全书》，将古圣先贤的绝学发扬光大。这些都是法要啊，得有人读懂它。然后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所以师长曾经说，这一生做中国人呢，做炎黄子孙呢，是来做什么的？是来救世界的。连汤恩比教授都一直强调，解决21世纪的问题，要靠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我们得见义勇为啊，不能见死不救啊。第五啊，修大行。啊，修大行就是毕生奉献于汉学教育。啊，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一桩大事。啊，延续传统文化慧命的重大责任降临在我们身上。其实人生啊，要做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啊，都不容易啊。尤其是办教育啊，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啊。好，培养一个学生呢，少说都要15年以上啊。才培养得成的，哦，所以这是千载难逢、累积无量功德的大好机会。啊，为什么说是大好机会呢？因为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危机。啊，以前动乱可能是朝代更替呀，啊，哎，朝代这个更替完了，哎，社会就慢慢的稳定下来了。以前啊，一个朝代里要听到哇有人伤害父母啊，这都是震惊全国的大事了。
但是现在中华儿女啊，忽略了中华文明的学习了。从最悠久的民族啊，变成最短视的民族了。这是香港一个学者发表的文章啊，短视到什么程度？为了几百块钱可以伤害自己的父母至亲，伤害老人。文化是灵魂了，没了文化了，你看下一代的堕落速度太惊人了。所以乱到啊，夫妻冲突了，父子冲突了，兄弟冲突了，上下交争利啊，不止国威仪啊，家威仪啊。所以家庭啊，没有乱到现在这个程度的啊，那文化也没有这么危险的境地的，真的是危急存亡之秋啊。所以祈勉同学们呢，要扛起责任呢。啊，因为这个责任扛起来了，利益到的当前跟后世的众生呢，那就太多了。啊，所以这个是积累无量功德的大好机会啊。啊，所以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弘扬传统文化，普世教育，才能挽救当今世界的危机。希望汉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仍然住在一起，继续教学，锐意精进，不断提升，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组成一支优秀传统文化教师团队。人能弘道啊，得要像释迦牟尼佛孔子一样讲学不要中断。那大众有机缘闻到了才能明理，才能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进一步可以转凡成圣。这里有提到很重要啊，要仍然住在一起，因为他们还年轻啊，现在财色名利的诱惑啊，那比一百年前不知道多多少倍啊，顶不住的，得要依众靠众啊。最后正大国啊，大国就是全世界的太平盛世，末法还有9000年啊，铁定他要兴盛起来了，在谁的手上慢慢兴盛呢？在我们每个佛弟子啊，每个老和尚的弟子手上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目的是培养圣贤君子，社会上圣贤君子多了，太平盛世就会自然成就。你看有一个范仲淹出现了，这个地方就安定了。所以汉学院学生真正学习，真正落实圣贤教育之后，不但能够救自己救家庭，更能够救社会救世界。希望汉学院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影响欧洲乃至影响全世界，让全世界都受益，让虚空法界无量无边众生都受益啊！我们是用心包太虚量周沙界的心来做啊，那这个就能成就社会的安定盛世，这个就是正大果。我们相信我们金钟学院秉承老和尚的教诲理念了，以后全世界都受益啊，都到这里来取经啊，都到这里来学习啊。当然我也会来学习啊。好。
好，所以以上六大不但是我对汉学院的期许，同时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理想，希望这个理想能够在诸位同学以及汉学院未来学生的身上实现，这也是我们对世界的梦想，希望终有一天梦想成真。老和尚的理想就是我们当学生的理想，我们一起来努力。好，那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